第二十八题，已知红光、绿光、紫光在空气中的传播速率大约相等，在玻璃中的传播速率为红光大于绿光大于紫光。将红光、绿光、紫光三种色光以相同的入射角同时照射在玻璃上面同一点，光线经玻璃的反射及折射情形最接近下列哪一个图？我们晓得反射定律是一样的，叫做入射角等于反射角，所以三种色光照进去的入射角一样，它的反射角也要一样，所以答案不会是 C 或是 猪，因为它们的反射情况不一样。那么接下来是讲折射，我们根据折射定律，我们知道折射角入射角越大就代表光速越快。今天在玻璃的速度是红光大于绿光大于紫光，所以折射角应该是红光大于绿光大于紫光。折射角是我们的法线跟折射线角，就是像这个角叫做所谓的折射角，所以应该是红光最大，紫光最小。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答案应该是 A。所以第二十八题问我们说，光线经玻璃的反射及折射情形最接近下列哪一个图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